陶乐斯。那我们今天呢没有去海边冲浪，我们要来河上冲浪啦。没错，我现在在淡水河旁边是关渡大桥。之前因为我第一次体验到冲浪滑板的时候是遇到 Anita 教我，然后她是我们亚洲快艇冲浪的女子冠军哦。对，所以今天就来找她，我来体验看看这个船冲，希望我等一下我的人生第一次 wake surf 可以顺利的站起来，不会淡水河喝到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咯， 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进来里面先做陆地上的训练。在这之前呢，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教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木鸟，啄木鸟的木鸟教练。我们今天想要来体验 wake surf 跟 wakeboard。对，想知道它跟我平常冲浪的浪板有什么不一样？wake surf 的板子的话，它基本上会稍微比较短一点点。这张吗？对，这张的话，它是比较偏向就沙板类型的。然后这张是比较偏向就是冲浪板类型的。哦。对，那种的话它会比较滑，所以他们会做比较多一些就是转的动作，会比较容易一点。对。但是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冲浪的感觉。OK，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教学咯。OK。好，那帮我抓这个手把。待会的这段过程中，记得是被动的，你是被我这边的拉力往前拉的，所以你不能再自己站起来，因为我拉力还没到。对，好，放轻松，慢慢往前，慢慢往前。对对对，就像这样子，就像这样子。对，这整段过程其实你都可以不需要特别用力。对对，你是被我往前拉起来的。好，挺胸，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试试看，慢慢的站起来。好，我们先试试看，先蹲个10分钟。啊，没有，开玩笑。好，可以站起来。好，那现在这个姿势呢，就是驼背的姿势了。对，好，再慢慢站高。大腿好酸啊。好，帮你一个热身，已经结束的感觉了，已经开始有点流汗的感觉。好 ，OK， 好。Go！欢迎大家来 ES Wake。 耶，我们要出发了，在水河喝到饱。不会啦，好，谢谢。美国的一个牌子，它是手工板，专门做 wake surf 的牌子。香港有一个公司拿了大中华的代理，所以他们其实就组了一个 soul prep team。然后因为我去年也在那边教课，对，所以他们今年组的这个 team 就邀请我当这个 team 的经理，因为我比较厉害。我做很多运动 ，wakeboard 是我的专项，我是健身教练。冬天的时候我有在教滑雪，然后我平常除了在这边练板之外，我还有在练体能，然后我还有在打拳，我做很多运动。欢迎大家来健身，来找梦。耶，没错，我当时也在日本教滑雪，真的，上年在那边教滑雪。我们就是跨足各大板类运动。那现在我是有想要深入冲浪这一块，但是大海是有点让我太困惑了。对，我们去的时候，月就说：“你看后面浪来了，后面好像有东西。”我说：“有吗？”
机太帅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的模仿能力都很厉害。哈哈哈哈哈！很简单，就是丢人，然后站稳，加速，然后到了，然后再跳。哈哈哈哈哈！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小事啊，速度很简单的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我跟你讲大小事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些不洗手，发着冠军的光芒。身体重心再往前，好，再往前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真的。继续往前。好，好，重心慢慢往前，再往前，放松，往前蹲着。对，再蹲，再往前。再往前蹲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再往前一点。身体不要往后靠，再往前，往后靠，对，双脚蹲好，双脚的用力是平均的，蹲蹲蹲蹲蹲蹲好蹲好，屁股抬起来一点点，不要往后靠，对，屁股抬起来一点点，对，屁股抬起来一点点，好，慢慢站起来，慢慢慢慢，对，前脚踩重一点，你的重心太靠后脚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手不要拉，手伸直，手伸直，对。哈哈哈哈哈！耶！好，准备要来喽！压脚跟，准备往下压，对，重心开始往前喽，重心再往前，身体放松，再往前，不够，不够，再往前，对，再往前，好，不要动喽，蹲着。心得，心得是我不敢放手，我好怕下水，最后伴随那一秒钟虽然勉强成功，耶！Good job！
可以放手，超厉害。好啦，我们上来换装好了。然后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刚刚在冲的时候啊，一开始我还觉得哦，好棒哦，我第一次就站起来了。可是呢，我不敢放手，就是一直很紧张，我左手都一直抓着浮板，都红红，到现在还超痛的。对啊，因为我就一直很害怕放手，要么就是被飘得很远，不嘛就是会插水。对，所以后来恩妮塔就一直鼓励我说，哦，把身体摆直啊什么。然后最后一两次有放手那一两秒，觉得哦松一口气，总算就是有成功那么一下下，才不会丢海人的脸。但是如果有体力的话，其实还是蛮想再挑战另外一个 wakeboard， 就是玩法不一样，它就很像那个 snowboard， 就是鞋子粘在板上的，就是看起来蛮好玩的。就可以留到下次再来玩玩看啦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可以帮我分享出去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哦。拜拜。